望远镜。Maybe you're gonna go out further. Here. Right here. Right here. Right here.我还没有研究过天文。我突然一直到现在才发觉，我好像从来都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。这种是应该跟你。包括谁？同的。光？然后呢？不是啊，是讲不同的光谱。那有什么？怎样？有什么区别？有什么区别？什么情况？没有啊，要你猜啊，所以你现在先，这个，要你猜，应该是你 press button start。对，这几个是什么意思？没有啊，就是光，就是看它的光谱。中文这四个词。这个是那个水银嘛？嗯。然后这是氢啊，这是氦啊，这是氖。哦。所以，哦，你现在 try again 的话，你现在要看它哪一个嘛？我记得不太清。水银为什么是 ME 开头的？水银是这个。对，所以你现在 try again 是叫你换的、啊、哦，干，我懂了，靠北，这只有四罐而已、啊。四罐，对。好，那我们来看。来，你看。所以，这个要猜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可能是氢吧。哎，对的，哇，赞。然后这个我又不太确定，这个红的一定是这个。嗯。那水你是蓝的吧？对啊，那就是表示为什么你怎么能看出来？那这个就是氦了。氦，对啊。哎，你怎么看出来的？怎么看出来？因为它有光谱啊。哦。所以你看，就是它其实冲这些气体之后，它只能它只有这些能看懂。对，它只有这些能看得懂，只有这些光谱会、哦、就这些光谱嘛。所以，但它强度是不一样，所以其实你很难判别啊。哦。但是你比如说奶的话，你看它是不是就红色的？嗯。所以红色一定一大片，然后 mercury 长度最长的是蓝色的。这就是 mercury。mercury 是水，水银是不是液体嘛？但是另外几个都是气体啊。对啊，可是水银也可以变气体。水银挥发，对，也可以。对，水银。干嘛？你觉得这很好玩？啊、这很智障。这什么？我说刚刚那很智障。哦，但是感觉你知道好多啊。我不会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叫你什么 ？Light that cross maze. The pressure of light is not only reverse when objects move, but it also show if objects moving backward. 我刚才在讲什么红移还是什么东东？不过这你大概八成也不知道。啊？这你可能也不知道，就是物体接近你的时候，它发出来的，它会它发出来的波长的会。会变短，对，就变成红，应该听过，反正它会变颜色，就有点像那种，所以它接近你的时候它会变蓝色，然后远离你的时候变红色，因为红光的波长比较长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没有，这说起来复杂，所以你远离的时候波长会变长，会变红色，你看起来的颜色变红色。所以就是红移。啊？我看一下。哦、他就讲的是，他只是讲的是说，你看得越远的东西，它实寿命越短。它其实时间已经距离你越久，所以你看到宇宙
不是任何一个时间宇宙，是越远越远的。就你看越远的东西，它就是受；你看越远的东西，它就是更古老以前的东西。哦，对对对。所以有可能你看到它的时候，它早就已经死了。哦，所以光速嘛。对啊，你看到它的时候，它其实这件事情听起来还蛮神奇。我不知道，我现在就觉得一点都不神奇，但我年轻的时候觉得很神奇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你要这样，宇宙很大还是什么？然后我宇宙有没有边际还是什么？我不太确定。我现在目前的猜测是没有。我在想这个 space 是 warp 被那个空间给 bend。这个是那个，这是什么？啊，这是那个什么东西表面？就这个。OK， 走。天啊，这个航海博物馆居然一个楼层我们就已经逛到爆了。对，我们就要进到航海博物馆的那个大火箭里面。啊？你导师又找你？所以你们室友真的没有排今天的行程、哦？你们几个那个感恩节室友怎么都不找你？OK， 我们快要排队排到了，带大家进去欣赏一下。这博物馆是蛮大的，这是今天非常好的景点。对，就是如果大家来白宫的话，一定要，而且还有电影院可以看。而且 IMAX Theater 现在有在演那个，我忘了，就《哈利波特》后面不是还有那个《怪兽与他们的产地》的第二集，大家可以来看。整个航海博物馆是非常大，至少可以逛两三个小时，大到爆炸。那我今天刚好跟我的小伙伴来逛。妈，怎么这么有什么麻烦心？嗯，没有，就是毕业证书附带的。什么毕业证书？你的毕业证书？本科毕业证书。啊？本科毕业证书，然后我没去拿，然后让我小伙伴去拿的。来，等等。这个毕业证书长这样。哦、oh, ，Bachelor of Science。哎，你没有去哪里可以申请，也可以来申请学校。对。啊，你不是要缴交毕业证书的影本给那个马大？哦，直接寄就可以了。你已经寄了。就是可以，对他们有另外一纸是可以寄信。所以你旁边没有拿到那一张纸？哦，我没拿到那张纸。我现在觉得毕业证书没什么用、啊。好，大家结束了。